自从是我们刚搬下来一年以后的照的相片。我去猫山，我是用这块盖起来，斜风吹没问题。哎，出生住的贫穷，我家不是贫穷，自己做法可以改变命运。原来在那个山洞里面了，路也不方便，钱也赚不到钱，没有这种现在的发展，把房子都全部都帮我们盖好了，我们一心一意的去打工了，赚钱回来家生活了。